你若是无希望你家己未来感情路行到遐尼坎坷，上好为即马开始真心忏悔。你竟然敢纠缠我！你呀，我真正就想要甲这个巧克力蛋糕为民牵起。我求你，把我失去的囡仔还我，爱我付出偌济代价，我拢愿意。愿望一旦讲出来，我就想出出去。既然你已经恨我啦，那你的灵魂就是我的。想到我的下头这么小，敢不能够抱你走一届？放手，紧放手！我临时改变我的计划，我不想让你走。您到底想要让我去倒位？我是绝对无可能让你有机会去救我阿弟的囡仔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还爸？爸！你敢知影小萱为着你活上钱？我即马袂得甲大家见面，更加袂用甲小萱相认，因为我无想要大家阁承受一届失去我的痛苦，我袂当破坏伊平静的生活。等我手术了后，我就要离开啊，唔知啥物时阵回来，拜托拜托你给我照顾我。小姐，你跟我斗三工，这个钱就是你的。是袂到最后会当跟我斗三工的人，竟然是我要想我有份生命。我对。杜晨，我有看你的当兵去倒。你若是无希望你家己未来感情路行到遐尼坎坷，上好为即马开始真心忏悔。你竟然敢纠缠我！你呀，我真正就想要甲这个巧克力蛋糕为民牵起。我求你，把我失去的囡仔还我，爱我付出偌济代价。我拢愿意，愿望一旦讲出来，我就想出出去。既然你已经恨我啦，那你的灵魂就是我的。想到我的下头这么小，敢不能够抱你走一届？放手，紧放手！我临时改变我的计划，我不想让你走。您到底想要让我去倒位？我是绝对无可能让你有机会去救我阿弟的囡仔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不可能！爸！你敢知影小萱为着你活上钱？我即马袂得甲大家见面，更加袂用甲小萱相认，因为我无想要大家阁承受一届失去我的痛苦，我袂当破坏伊平静的生活。等我手术了后，我就要离开啊，唔知啥物时阵回来，拜托拜托你给我照顾我。小姐，你跟我斗三工。这个钱就是你的。是袂到最后会当跟我斗相共的人，竟然是我要想我有份生命。我对。杜晨，我有看你的当兵去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